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由文化部指导、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计划，讲主题哦是这个为社区看见真台湾，105年到106年的计划，嘛为由开破大宽频观星有线电视公司来翕个这部12集的微电影。讲这个头一集的微电影哦，《家事抑郁》11月30号要伫咧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来进行首映，欢迎乡亲哦，这回前往观赏。1961年，最后一批从缅甸撤回台湾的游击部队，号称是云南反攻救国军。这一支孤军，最后落脚于南台湾的老农溪畔。在高雄劳动客盘美景之下，讲到古仔社区故事，微电影《家事抑郁》记录到民国50年滇缅孤军甲义眷来台湾了后的过程。电影透过孤军第三代甲一群好朋友伫激烈的气弹生存游戏当中受伤，触发小花阿嬷情绪，何时讲回去到国共战争期间的场景。由文化部指导、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计划，以“对社区看见真台湾”为主题，由开播大宽频观星有线电视公司承办。105年、106年计划的12集微电影，头一部《家事抑郁》透过三位阿嬷的视角，讲出因如何在抑郁当中辛苦重建家园，在土地找出家己的文化痕迹。超级宝贝电影《家事抑郁》将在11月30日在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首映，欢迎民众踊跃莅临观赏。对故事当中发掘社区的文化之水，在超级宝贝电影发表了后，后续还有11集的微电影将每个月在 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播放，也欢迎大家踊跃观赏，做回对社区看见真台湾。大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